我觉得大家可以见到二三的墙，其实程度，其实评分里面有两项，它一个是演出顺畅度，跟另外是演出的稳定度。在这两项我几乎是没有扣大家分的，就是大家能到三十强，其实大家的在这个完团的表现上，跟就是在舞台的这个经验，其实我觉得比我之前小时候在乐团比赛看到的是好非常非常多的。我觉得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，真的很不错。真的很不错，然后在创作的这个成熟度跟内容上也比我想象中的好更多，所以真的非常的棒，对啊。你太会讲了，都不知道讲什么了。耶！哎，就是今天就是三十组这样下来，其实大家都辛苦了啦，然后给自己一个掌声啊。对，然后整个听下来，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曲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元，这样，然后有原名，然后有 funk， 然后有像 city pop 这种。类似这样的曲风，我觉得就是感觉台湾的音乐市场是越来越有希望了。对对对，然后主要是说就是在这评选过程中，当然刚刚有提到稳定度跟顺畅度，那可能稳定度的部分，我觉得有些乐团的表现可能还要再加强，说就是把因为有些技巧的东西要表现，所以我觉得先把稳定度扎实的练好，然后再去呈现你想要表现的一些特别的技巧，这样。那有一些我觉得有比较特别另类的合成器效果，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，所以我觉得有什么样的曲风就多去尝试，不然就会就是会你可能会创作可能会遇到一些瓶颈，这样。对，以上感谢大家。好，那两位老师，你们名单已经选出来了吗？这是依照那个成绩排出来的啊，没有照名次，对，没有照名次，是。那由你们烫手山去啊，怎么烫手山给你们啊？我也不敢啊，我不敢喊啊，我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昌明如果有在现场就上来舞台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奏折大任我们就交给我们的。没有，我公布五个，然后库马公布五个。好，OK， 一个一个来哈。好，一个一个来。那我先来公布第一组进决赛的有。秋山，他们今天办专场，他们今天办秋山，对，在回想。那第二组是纸片人，纸片人在吗？纸片人在吗？在可以上来吗？啊，来。那第三组是翠垢，翠垢在吗？翠垢有人在吗？啊，来，一起来，恭喜。然后第四组是麒麟鹿，麒麟鹿，麒麟鹿在哪里？麒麟鹿，来，没关系，可以靠近一点，可以靠近一点，这个我就来靠近一点，我很喜欢狗，对。然后第五组是口供绅士，公口绅士了，公口绅士，斯里马斯，公口绅士，公口绅士有在吗？公口绅士有人在吗？可以上来吗？来，先排一下，先列队一下。对，列队，然后再来就剩下的下半场了。好，接下来的五组是第一组公布的是上山，上山在哪里？上山还在吗？上山还在吗？请上来。上山，请来，上山。好，然后下一个是蛙语电器鼠。蛙语电器组在哪里？蛙语电器组有在吗？还是已经回去了？回去了。好像已经回去了。好，再下一组纷乱交错。纷乱交错在吗？OK， 来，上来。最后两组了。最后两组，第一组是非典型招待所。非典型招待所。我那吉他弹得真好。对，好可怕。好，然后最后一组是芒果街老爸。芒果街老爸在哪里？芒果街老爸有在吗？哦，这里是不是？好，恭喜。好，这以上这十组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三十强最终。